Marco， 我要你跟监袁总，你这么紧急 call 我来，是发生什么？经过我们这几天的跟监，发现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。阮冰湖，就是他。活跃在美国华兴帮和越南帮的重要分子，绰号 Black Jack。我们还查到，若干年前那位袁总是阮冰湖的助理，他是在拉斯维加斯靠帮派分子洗钱发迹的。先不要再过几日呢，我就真正系属于我哋噶啦。好在得嗰个败家仔徐子轩，我哋先至能够咁顺利得到成约。到时呢，到时我哋一定要好咁改造一番成约，好唔好 ？OK， 系啊，成位喺亚洲饭店而属于集团，拥有十位啊，令我哋实力马上拓展到半个亚洲啊！饮啊，饮食饮食。哎呀，そうですか。Samuel， 我已经急不及待，谂住想改造一个一路跑得比 Queen and Mary 快嘅 hotel。Casino is a great idea。I think so。我好似突然间又谂翻起当年喺 Las Vegas 嗰种。哦，嗰种 money 嘅味道，哇，真系令人怀念啊！哎哟。